大火快炒螃蟹，淋上酱汁翻锅再炒，浓厚调酱入味上菜。另外，炸鸡下油锅炸得金黄酥脆，外层微焦，内层又嫩又多汁。 过年澎湃海鲜少不了龙虾，伙伴送入烤箱。台中西屯区一间饭店，除夕夜订单，围炉宴30几桌，把费200人，疫情期间人全收澳，一共准备150道想宴，同样高规格防疫。门口摆臭氧机、空气清净机，还有透明门帘喷洒酒精，全身消毒。佛跳墙啊，或者是像那个大蹄膀这些菜色，自助餐的方式尝试到我们。 团圆的菜色，加码的菜色，像我们有做和牛寿喜烧。另外一间海鲜餐厅，因为疫情被退订200多人，现在两场300人，不过餐点不马虎。西式牛排、日式握寿司、海鲜螃蟹，当然少不了。总共有12道菜，9道菜，然后3道甜点的部分，把鱼翅佛跳墙的部分改成鲍鱼佛跳墙。过年抢围炉商机，花莲热炒店业者订单破百组，搭棚半桌赶出菜。 Q皮白斩鸡、冷盘龙虾、鲍鱼沙拉、蒲烧鲷鱼、米糕、清蒸鱼，光看就口水狂流。开运年菜一桌5000元，超级丰盛。为了防疫，外订桌菜回家围炉成为热门选项。三兄吕燕、江俊阳、谢云珍，台中花莲综合报道。